家好，我是立夏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和我一起来享受一下园艺的乐趣吧。饿了吧，美味的小米来咯。慢慢享用。再来看一下这个阳台花园里面的花，大家看这个绣球，第一盆这个绣球看上去叶子还比较精神啊，第二盆叶子大家看这个叶子感觉有点蔫下来的，现在是早上，那么就不存在是这个光线太亮太热导致的，那么这种情况就要考虑到可能是缺水了。大家看这个盆土发白，往下去看一下，果然很干很干了，现在就来给它浇点水，还是用这个池子里面的水，这个水已经变得很清澈了，今天就要把这里全部清干净，因为我买了小鱼苗来。绣球在夏天的需水量还是很大的，因为开花需水量也大，然后它叶子又大，天热那么蒸腾作用又快，所以要时刻关注着它是不是缺水了。这一盆虽然没有干得这么严重，也给它来一点，等到它干得这么严重的就浇水有点晚了。这一些绣球也给它们浇一点，啊，这些花的话这个盆土还比较湿，不用给它浇水，但是要给它增加点湿度，喷喷水，这些花都是很喜吃的。里面搞定了，再去外面看一下。